信任就是打开你的心胸，相信你自己和宇宙万物。大家都知道，宇宙是可爱、友善，并且资助人类更多的利益。信任是了解你是创造过程的一部分，相信你有能力获得你想要的东西。宇宙是安全、丰盛以及友善的。几乎所有的人都有过一些金钱的疑虑，怀疑他们有的钱够不够，会不会有剩下的，或有没有能力可以达到他们的目标。甚至是已经获得庞大财富的人也会有相同的疑虑，他们会想要知道财源是否会继续广进，或者他们的财产会不会有剩。千万不要因为担心金钱搞得自己心情不好，改变你忧虑的习惯，不然不管你有多少的钱，还是会不断的烦恼钱的问题。许多人想到钱，主要是当他们察觉到所有金钱数量产生问题的时候，怀疑担心钱的问题和你拥有的金钱数量是没有关系的。你担心钱所花的时间跟你能赚多少钱也没有相关。如果你能改变，只有在你感到自信跟冷静的时候才来思考钱的问题，就可以增加你的磁力，吸引所有你想要的东西。如果你正在为钱忧虑，思考钱的问题，倒不如努力去提升你对于幸福的辨识力。与其问今天我需要多少钱，倒不如问今天我要如何创造财富。